大家好 ，Hola， 我是墨西哥的默默。上一期《Despacito》的视频你们都看了吗？有没有找到唱西语歌的感觉？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给我留言。我在评论里看到了有小伙伴问，可不可以叫 Sophia 这首歌？当然可以了。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学这首歌。不对了，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教一个西班牙语零基础班了，还有免费试听课。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扫我同事 Lucy 老师的二维码，他会帮你们安排。好嘞，我们就开始学 Sophia。Sueño cuando era pequeño. 我们可以学什么？啊，等，我想到了。你知道西班牙有的 Ñe 吗？这个 Ñe 是哪里来的？我告诉你。我们都知道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等等都是从拉丁语来的，是吧？就是说这些语言都是今天的拉丁语。几百年前没有电脑，其实也没有印刷机，那书怎么写啊？都是手写，是吧？那个时候也没有复印机，所以那个时候是修饰一本一本手写复的。那这个和拉丁语有什么关系？就是拉丁语里面有很多很多词，有两个 n 一起，比如 beginus 就是小的意思，然后修饰都手写都累坏了，所以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 ，n 就是把两个 n 就写一个，然后上面写一横，就表达两个 n。然后哒啦，我们的 Ñe 出生了，就这样。也后来呢，那个发音也变了，本来是两个 Ñe 就发两个 Ñe， 就 Beginus， 后来就变了一个 Ñe Beginus， 就现在的 Pequeño 小。所以我们看看 Álvaro Soler 怎么唱。我们来看这两句怎么唱。 Sueño cuando era pequeño sin preocupación en el corazón。 我们上次学了连读，还记得吧？所以这个要连读。 Sueño cuando era pequeño sin preocupación en el corazón。 然后 Sigo viendo aquel momentose desvaneció, desapareció。 好，你现在也试一试。 Sueño cuando era pequeño sin preocupación en el corazón sigo viendo aquel momento se desvaneció, desapareció。 等，西班牙语里面我们经常听这个 ya ya， 那这个 ya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我们看看这个句子，他说 ya no te creo， ya no te creo 是我不相信你了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说有一个改变，这个家就是以前我相信你，现在不相信你了。所以西班牙也是 ya no te creo， 我不相信你了。那这个 ya 发前面。
前面，那下一个句子是 Ya no te deseo Ya no te deseo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那 deseo deseo 是中文是愿望欲望，我的妈呀，那我不愿望你了。但是这个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我们看看。Todo ya pasó, todo ya pasó。这里有什么意思？就是全部 todo 全部都已经 ya 已经，这里 ya 是已经的意思，哦 pasó 是过去了。那比如说 ya comí 就是我已经吃过了，或者 ya fui 就是我已经去过了，这里重要要记得必须用过去时，因为已经过了。然后这个 ya 还有一个用法一个意思，就是是的或者当然的意思。这首歌里面没有这个用法，但是我们看看怎么用。比如说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听懂了吗？然后学生就是是的听懂了当然的意思。或者我问你们，哎，你们喜不喜欢默默的课？然后你们回答呀。好嘞，我们来学 Sofia 的副歌。第一个句是 Mira Sofia， 就是 Mira Sofia， 就是 Sofia， 你看。然后 Sin tu mirada sigo。Sin tu mirada sigo, sin tu mirada sigo. Sin tu mirada sigo, sin tu mirada sigo. 不对，下一个和第一个差不多，但是另外一个动词不是看，而是告诉我。Dime, dime Sofia. Dime Sofia. ¿Cómo te mira? Dime cómo.Te mira, dime， 就是你告诉我他怎么看。然后是 sé que no， sé que no， sé que no， 就是我知道不，怎么翻译？然后 sé que solo。然后 Sé que ya no soy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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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é que ya no soy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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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不是我我我 Sé que ya no soy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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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一个句子也和第一个一模一样，差不多，不是一模一样，差不多，就是Mira Sofía Sin tu mirada sigo Sin tu mirada Sofía Mirada Sofía 然后这里我想告诉你们，这个名字是人名是吧？ Sofía 是 Sofía 重音在一上面，索菲亚，
Mira Sofía。好嘞，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课。好嘞，别忘记留言啊，说你们希望是西班牙语什么内容啊，发音啊，语法啊，等等。Mira Sofía， 就是 Mira， 不对。